如何画简单的漫画眼睛，已经介绍过一些漫画眼睛的画法，现在就让几分钟网再来教你一种吧。你将需要纸、笔。第一步，这样画一条弧线，对弧线加粗。第二步，在下面画一条弧线，与上一条弧线稍微断开。第三步，在眼角处这样画出睫毛。第四步，在中间画一个大一点的圆。第五步，在大圆中画一个小圆，再画一个更小的圆，像这样。第六步，将其他部分涂黑。第七步，在上面这样画上眉毛，稍加修饰，眼睛就画好了。你知道吗？1954年漫画家陈炳煌创作了《基隆生漫画集》，成为台湾第一个出书的漫画家。